锵锵三人行，大家好，我们守株待兔啊，今天等来一个我等了很久的嘉宾啊，咱们台湾的戏剧者名导演赖声川啊，赖声川呢，这个是咱们大陆的，叫你是剧场小天后啊，还是小剧场天后啊？杨婷，不敢称，不敢当，杨婷，我就是一个舞台剧演员，杨婷，大家好，哎、赖老师，对，还是赖，这回要演赖老师的戏了，对，赖老师的戏，上次我在北京看的《暗恋桃花源》，嗯，但是我觉得更著名的是那个相声，对，表演工作坊。20年前，你知道在我们北京这儿都在聊说郭德纲一个人救得了相声吗？嗯，但是我发现这同样问题在台湾，大家说的是赖声川。对，因为20年前好像台湾都没人听相声。没错，没错。他弄了一个那一夜我们说相声。对，我那个戏就是等于是用相声的方式来告诉你说相声已经没了，你可不可惜啊？然后。就无意间相声就活过来了，哎呦，结果就从那儿就真火了。对，所以这回算是个纪念吧。嗯，20年后，我发现这名字挺有意思，那个叫那一夜我们说相声，这回叫这一夜woman说相声，也是我们，但是是用英文拼音，就是 women， 就是女人说相声，女人说相声。对，哎呦，咱们杨婷这次在剧场上要说相声了。三个女人一台戏，还有阿雅，还有芳芳姐啊。哎，一般我们这边说这个也有，偶尔有那个女角说相声的。是，一般大家感觉好像这女的说相声不是那么幽默。她也不普遍。其实我觉得幽不幽默是完全看怎么做，可能是一种刻板印象，觉得女人好像相声是男人的事。哎，所以也就是因为这样，我们才要做这个戏，说女人不说相声是不是好？说给你看。哎，那你说的感觉怎么样？其实我觉得那个之前我们也是有这种感觉，就是比如说说这个说女的说相声，那会儿我也说，比如说说一个男士啊，说这个男士挺贫的，我说这个贫呢是一个褒义词，听起来说他挺贫的，挺逗的。但如果要说这个说女，就说这个女的说挺贫的，我就觉得好像稍微有一点贬义的这个色彩在里面啊，所以就是很当时说这个说相声的时候，想这个我要怎么去说呢？就怎么才能把这个相声说好了呢？然后在赖老师的这英明指导之下呢，然后我觉得我们现在说的还是不错的，我们三个人。赖老师怎么指导呢？其实我觉得重点是说，女人要说相声的话，还是要找女人的话题。因为大姨妈，著名的段子是怎么说？你给我们观众说说大姨妈那段子怎么说的？大姨妈这我一个人没法说，这个这还得有那个阿雅在，俩人配合着说。其实大姨妈就是大姨妈嘛，然后里头也会说到这个。我记得的就是说，这个大姨妈呀，要好好珍惜她，哎，因为等到哪天她离你而去的时候，她走的时候，她不会告诉你，她不会说，哎，明天我走了，我以后不来了，你不知道她哪天走，连再见的空都没有。对，这是女性话题了。对，嗯，对，这个就是我们，但这也是某一方面是从我们男人的立场来看，因为我们看这个大姨妈这些事情，就你这么讨厌的一个。生命中它不可能避免的一个东西，嗯，然后用一个什么角度、什么方式来让它变成相声的一个话题，所以我们就把它变成等于是一个拟人化了嘛，就是说我有个大姨妈，对，她是我亲戚，对，哎，你说这事儿，我倒真跟你聊聊妇女心知啊，嗯，我过去以为这个女人来了这个大姨妈的时候，咱知道可能是有些不舒服，嗯，或者是情绪容易烦躁，嗯，但是会影响舞台表现吗？因为你看最近我们有一个选美比赛哈，哎，我听见很多人就同情一个佳丽，就说她为什么没有拿冠军呢？主要是她那天来大姨妈了，嗯，哎，我才知道这个都会影响。对呀，啊，你像我们这个戏里头那个有台词不就说吗？说每次我这个心烦气躁、腰酸背痛的时候，他就来。然后呢，就他也不挑时候。你比如说我们这慢跑的时候、散步的时候、我们演出的时候，那他会，他当然会影响你的情绪。你肯定不如以前，因为你不舒服嘛，就是要讲得很细致嘛。咱们私下里再交流。对对对，但是这个赖导演对这个事儿这么感兴趣？不能说感兴趣啊，我想。居然要编一个女人的相声呢，那当然还是要找个女人最最这个切身的一些题目嘛，我觉得这个是重点。对，所以我们其实这一页Women说相声，我们从一个最基本的点探讨起，就是女人为什么不说相声啊，是什么样一个刻板印象让女人没有办法在相声这样一个舞台上表现。那我们探讨的结果就是，其实在传统中国人里面的社会，女人是本来就不说话的，
尤其在公众场所，女人是不可能说话，所以我们对对对，我们玩的这个幽默啊，其实是一个残酷的这个事实，就是说女人传统中唯一说话的公众说话的机会就是泼妇骂街。对，这是女人唯一有机会对外公开发声的时候。而且你像我们平常朋友当中，要是有一个女孩子，她特别会讲笑话哈。通常我发现男的呢是会觉得这是个哥们儿，但是呢反而不大会对他说，是会喜欢这样的女孩子做女朋友，对对吧？会觉得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对，那你说如果泼妇骂街，听起来是一种歪理，说女人哪里这公共说话没有别的机会？你真的去想，真的传统社会是没有什么机会的。所以我们从这个切入点就变成有个大段子就在讲这个。而且我注意到你接受采访时还说，这个导演呢真是观察这个女性的对话方式啊，观察入微，说是一桌女的吃饭，对，你觉得有什么观察？啊，我其实刚开始要做这个戏的时候，我本来有一种想法，说要做的完全不像相声，因为我观察女人跟女人之间说话，其实我们男人在旁边听根本听不懂，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你如果说三四个人在一起，他可以同时说啊，然后同时说两三个不同的话题，然后居然他们全部都听懂彼此在说。我说哇，这个太厉害。这个咱们真是女人跟男人就是不一样。觉得咱们是知音，这方面我也有研究。我发现呢，真是女，你看，通常我们认为，实际上，比如说演说家或者特别能说的还是男的。但是为什么又说女人这个语言交流能力强？我也是吃饭的时候偷听旁边桌上。两个女孩子说话，哎，我发现呢，男的说话呀是一段一段的，我说一段，你说一段，女人说话这个默契可以到一句一句的。我就比如说听饭桌旁边俩女人说话，你这靴子哪买的？我在什么百货？那多少钱呢？什么？他能一句话一句话之间密不透风。他从那个靴子已经跳到另外一件事情，对对对，就是化妆品了或什么，然后小孩，然后什么，就已经一下子就可以跑很远。对，而且他很厉害，就是有一次我在我们家那个楼下那超市里头买东西，然后旁边有两个女的也是，他们要买那煎饼果子，然后这俩女的在那说话，有一女的就说：“哎，我跟你说吧，就咱们公司那谁，我特讨厌他，我告诉你，我那煎饼果子上别。”我放松，哎，我再告诉你啊，昨天吧，就跟在我后头，哎，甭提多烦人了，你俩使劲大声说话，哎，我跟你说了，别加葱，就完全他完全不影响。你知道我后来做了，后来做了研究，就是为什么？那人类学家也有一种说法，就是说从这个等于是个原始人的状态中，男人呢，我们发展出来的一种是属于隧道中的一种视野，我们是在隧道中，所以我们看的东西就是那个我们看那个亮点。哦，比较聚焦。这也就是为什么你说你一句我一句，因为我们一定要把话说完，我们才能够接到下一件事情。对，那女人的视野比较是在河边，啊，在不管是在洗衣服或者是在就是聊天，就是跟大河有关的一种状态。所以说她其实是四通八达的，你跟她这边说什么，那边拿东西给她什么，她都可以处理。那男人就是要专注，为什么要出去打猎？要干嘛？我们就是要一心一意的做一件事情。对，这个就是人类学家里面，没错，我也看过这人类学家研究，就说这个女人呢，她容易分心，从某种程度上，男的好像比集中，女人呢，她但是她对周边状况都很，你看，一般她喜欢逛百货商店，对，喜欢看电视，喜欢浏览，对，翻杂志，对，对吧？甚至我看那本书上讲，就说实际上就是夫妻两口子这个亲热的时候，或者说这个性关系的时候，实际上说是啊，女的比较容易分心。然后他说为什么呢，他分析就说在远古原始人的那个旷野上是吧，因为人类的这个姿势是男的是这么头冲脸冲下的是吧，所以呢随时有野兽啊，所以女的呢可能就得拍拍男的肩膀后边一个剑齿虎啊，是这么行。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赖导演，这个史前人类学还继续研究吗？啊，不不不，就觉得其实我一直是，尤其我受的教育啊，我一直觉得说男女都是平等的啊，就是所谓平等。你会这么觉得吗？我一直是这样觉得，但是呢，为了做这个戏，我必须面对一些我认为以前我是不赞同的一些看法，就是男女还是非常不同。因为对我来讲，我觉得平等是很重要，可是我后来发现，其实这个。你就要了解说男人女人还是有非常不同的方式，是在那个基本结构上，当然不只是生理，我说整个一个心理结构，就像我们刚刚讲到的说语言的处理，
啊，或者思维的处理，就是这个两个是真的是相当不同的。我们是男人比较可以很专注的，女人她是可以很开放的吸收各式各样的，同时吸收各式各样的资讯。哎，这在你太太身上，你是不是也感受殊深呢？我觉得可以啊，她也是。我记得我第一次到她，我在这个追她的时候，对，第一次到她家吃饭，那他们家女生多，那真的是一桌就是不，真的是一个圆桌，这边在讲话，那边在讲话，我真的一句都听不懂，啊，很吵。然后他们每一个人都很清楚自己在讲什么，我就是觉得太厉害。怎么弄的？真是真是，你刚才讲这个男女平等啊，实际上该怎么看这个问题啊？好比说台湾，这个我们传统上知道这是个父权社会，过去是，这其实是男尊女卑的。但是呢，我也觉得，你像有一个大陆朋友，他跟我讲，也可能有偏见哈。他说：“哎，我怎么觉得跟台湾女孩子讲话呀，比较舒服，尤其是一群男的，哎，有一个台湾的女孩子。”某种程度上讲，你也可以说是男尊女卑的一种遗存，比如说女的比较克制，比较乖呀，或者比较善于倾听啊，这样可能男的就会比较舒服。因为男人他喜欢，你看他择偶的这个条件，第一都是温柔体贴，我看就是这一条好像是永远占就是非常主要的一个位置，就是温柔体贴，就女人一定要体贴，谁也不愿娶一个母老虎回家，然后每天对你哇啦哇啦叫。然后说到这个台湾女孩，确实是，你比如说阿雅，就是我跟阿雅在一起说话的时候，你就觉得你就愿意听她说话，就她的声音，包括我们演出的时候啊，底下比如说我那外甥女儿在底下，然后上来就跟我说，小姨，阿雅的声音通过这个麦传到剧场非常非常好听。然后我说那我呢，你声音不好听，那我怎么才能把我的声音也传得这么温柔？但是不行，就台湾女孩她具备这种，就她说话就是软软的，然后呢就一下就说到你心里去了，然后你是不忍心大声的呵斥她，就是你觉得要好好的爱护她。我跟你说，连台湾男人都把这个大陆的女孩子都训练过来了。我们朋友里有一个东北的女孩，她能讲，因为她的男朋友在台湾，她男朋友在台湾，但是呢她习惯跟她男朋友那么讲话呀，我们都快崩溃了。就是比如说跟前一句还跟我们在讲东北话，咱们哪嘎子吃饭，对，男朋友一打电话来，哎，我好乖乖哦，你乖不乖啊？我好乖乖，哎呦，我这太有意思了。所以这台湾流毒很广。其实是，我觉得我们台湾，我觉得我们在台湾就生活很自在啊，就是自然而然发展成这样。那你说男人女人之间，我倒是提出一个小小的意见，就是其实我们还有，不要忘了，还有50年的日本的这个统治的有关系历史，我觉得有关系。日本的那个女性教育，那个是比较极端的，就是说男人女人，女人就是不说话，然后非常温柔的在旁边随时待命啊。可是谁都知道，这个日本人家庭谁最大，还是女人最大，就真正掌权做最好的最多决定的还是女人。那台湾多多少少，我觉得还是有这样子的一种怎么讲，就是遗留下来的某一种习惯。那当然很多，对我来讲，我是看不太习惯很多属于就是很日式的啊一些行为模式啊，在台湾的企业界里面还是有存在。是吗？对对对，是有你这个导演发觉他有什么形体动作或者语言方式吗？很简单，如果公司里，那就是女人一定是不管你的职位多大啊，男人进来你就是站着，然后毕恭毕敬的，然后倒茶，然后怎么，这还是很日本的一种东西。台湾现在还有这个还有这样的。你说不管职位多，就是他是这个公司里的高层，他也是一样，也是这样。但是我就想起我们老家山东农村，这个就挺有意思啊。这个领导当官的是女的，村长是女的，但是呢，开会的时候，他尽管是领导哈，但是他不能坐着，老爷们儿都坐着，所以说在老爷们儿在听他讲话，但是他要站着，但是同时他是女人，他就必须站着。可是，一个他又是一个领导，就类似这个意思，很有意思。昨天我们去那个电台去录那个节目嘛，然后我们就说到这个女性的一些话题，然后呢，就是阿雅就说，她说，其实就是男人跟女人之间还是就是他各司其职嘛，就其实有一些事情确实是要女人来做。就说我们在讲这个戏啊，说女人这样从古走到今，她是很不容易的，从那个小脚一直到现在这个高跟鞋哈，她从一步一小步一小步，一路受虐待，对，然后这样终于可以迈开步子走了。然后阿雅说那个说，其实就是有。
有一些是女人要做的事情，她还是要去做的，因为她是属于女人所特有的。那我记得那她在说这话之前呢，我曾经跟一个记者，我就说，我就特别看不惯，我们都是出来工作的，我也出来工作，我每天也工作8个小时，凭什么我回家之后还要我去做饭，然后还要我收拾屋子，还要我带孩子？我要是不收拾屋子，不带孩子，不做饭的话，别人就说，哎呦，你看你找一个什么老婆，这个老婆，哎呦，连做家务都不会，哎呀，赶紧去。就还是有这种观念在里面，是吗？我觉得现在好像都是我们男人做饭的孩子了。哎呦，我周围好几个还跪搓板呢，还那只是凤毛麟角，大部分还都是你一到谁朋友家做客，那都是女人在厨房。可能是大部分，但是我在我看，现在社会里有少数精英女性，她已经出现另一个问题了，就是女性霸权主义了。就是男的在他面前真没什么地位的。我觉得那也不是霸权主义，我觉得那是因为人家本身有这个实力，所以这是冲女人说话。赖导演，你跟这个太太跟丁乃竺，你们之间是怎么分工啊？我们其实就是一种自然默契啊。我就是回想起来到我们生大女儿的时候，那时候在美国，然后留学，然后还打工，就生活非常非常非常忙碌，从早忙到晚，然后忙到半夜还要听到一个声音啊，要起来喝奶了，对不对？那我觉得那个时候其实夫妻就是这个时候就看怎么一个默契怎么形成啊。哎，你去吧，你去吧，啊，你没动好，我去吧。好家伙！但是我觉得我们可贵的是，他也在这样跟我一模一样的躺在那边也是在这样想，所以经常我们就会同时就起来，然后啊，然后慢慢形成之后，我觉得还是一种共同的对于这个家的一种付出，你就不再需要分说谁在做菜，谁在洗碗，谁在带孩子，谁是怎么样怎么样。我觉得大家就是尽量主动的去做一些事情，相互体贴对方，相互体贴对方，尊重对方。对，你说要买菜，问都不要问，去了就去买啊，买回来了谁做无所谓，谁做都可以。那我们在这其中反而不要去争或者去分，反而是有一种乐趣会产生，说在这个一起在做事的过程中，或者今天你没有时间做我做，我也很高兴。所以在家庭里先实现共产主义了嘛。对，平等是相互的。锵锵三人行，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这夫妻之道咱聊了哈，我觉得还可以聊聊相声。因为最近呢，我跟一个说相声的在一起聊天啊，我跟他说出我一种想法，因为都面临这个问题，说相声什么没落了、衰落了什么什么。但是啊，我跟他聊天，我们就觉得实际相声必然有一次特别伟大的复兴。在大陆，为什么？因为现在你知道这个，比如说咱们看西方的这些脱口秀啊，或者一些搞笑哈，性和政治从来是两大笑料。对，所以你在这个意义上你不能不佩服过去中国这个说相声的。实际上他是不可以谈政治的，甚至性他也不能说得太脏了。对对。那么在这种基本笑料缺失的情况下，他都能弄出那么多的技巧。我说你只要留着，你只要传承下去这些技巧，留着真有朝一日像了，假如言论自由到了欧美那种程度，比如说可以拿领导人开玩笑，可以谈这个性方面的一些东西，假如有一天开放到这个程度，那你说相声多可乐呀？那得，我赞成的，我认为是会这样子。对，那其实我们在台湾也是什么都可以说，那我们就对呀，变成说我们尺度自己抓。那这些年来，我也觉得我们的相声系列也是很受欢迎，但是我一直还会强调说，我们其实不是真的在说相声。我们的演员像杨婷，他也不是科班的相声演员啊，不管我过去任何戏里面的任何演员都是这样子。但是我们是怎么，我们是在做舞台剧。对，就是说我们用一个特殊的方式，用相声作为工具，然后这个用一个舞台剧的一个框架啊来做。因为最近听见新闻了吗？美国，这你应该了解，美国那个编剧，大罢工，编剧大罢工，是说是能造成10亿美元的损失。对，他酝酿很久了这件事情，是吧？对对，你支持他们吗？我觉得可以支持，因为美国编剧啊一直是不被重视的，尤其在好莱坞一直不被重视，所以他们那个时候一个电影出来说谁谁谁的电影。那编剧就说什么，这是什么，因为是挂导演的名字嘛，对不对？谁的电影？你说
张艺谋的电影或什么，那啊、哦，那大家觉得很服气。可是谁是谁的电影？谁？编剧是我啊，他为什么说是他的电影呢？对不对？所以这个争论就在这儿。而且我看他这个新闻报道啊，我一看这个，其实我作为一个主持人呢、啊，我恢复了一点自信心。你知道为什么？我这一看我才知道，就因为这个编剧罢工，像那个 David Letterman， 就美国的很多脱口秀节目要不得不重播，他没本子了。因为过去我们这主持人，我们觉得咱们有个什么笑话自己要想啊，所以老觉得江郎才尽，哪有啊，就羡慕人家美国主持人怎么一说话他就总在笑。这下我才明白，原来背后有多少人在写，专业的人士在给他写笑话，在给他写这些东西。对呀，有一个应该是个笑话，但听说是真的，就是当年替尼克森写那个尼克松写这个演讲稿的，他就是罢工了，他就跑掉了，然后他最后就帮他写好一篇，那总统就上去讲，啊，讲得很好，翻页，那个上面写几个字，剩下来靠你自己，你这个混蛋。听说是个真实的故事。对对，有可能就是像那个像什么那个24小时啊，他们说到明年可能咱们也不能及时看到了，因为就是编剧罢工只留下了一点台词，所以我就发现他没了这个编剧，他的整个电视节目电视剧就停转了，他会有这么大的作用。可以有很多方式，好比说找非工会的人来编，那就像当年美国那个所有的那些那个机场的工作人员全部罢工之后，就是空中。